去找一个人，你想找的那个人，然后你跟他讲一件很感恩的事情。神，我相信无论是在新竹明星科大还是在木栅灵粮堂，神的爱都会找到我们。阿们，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拍手。我能去哪，无处可逃，这世上有you
光明，宣告你名，让我与你心跳合一，就在这里与你同行，在我眼中有火被你点燃，无极的爱燃烧起来，永恒的光街头绽放，你突破黑夜冲出来，你的爱一直都在，永远不会离开，为了我而存在，要点燃这个时代，你的爱一直都在，永远不会离开，为了我而存在，要点燃这个时代。你的爱一直都在，永远不会离开，为了我而存在。
赞美你。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来说耶稣赞美你。主啊，孩子真是知道今天晚上有这么多渴慕你的人，渴慕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也许有一些人现在正在身处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黑暗，他们充满了害怕、未知、不安，可是主啊，就求你成为他们的盼望，求你亲自成为他们生命里的真光。让我们一起来唱。哦，主，你是我们的太阳，满有慈爱、怜悯、恩惠、荣光，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，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。耶稣，耶稣，哦主，你是我们救赎主，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，使我们单单敬畏你。让我们请姐妹来唱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太阳，满有慈爱、怜悯、恩惠、荣光，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，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。弟兄请一起来唱。哦主，你是我们救赎主，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，使我们单单敬畏你。一起来唱。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，领到全地上，在黑暗中照亮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。来颂扬，祝你至上尊名高举全地上，万民都歌唱，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让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。哦主，你是我们的太阳，把这首歌当成你的祷告，来对耶稣来唱，来赞美他，来尊崇他，来敬拜他。那是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，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。哦主，你是我们救赎主，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，使我们单单敬畏你。一起来唱。在天上
所有尊崇，祝你的荣耀领到全地上，在黑暗中照亮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。来颂扬，祝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，万民都歌唱，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主耶稣，是的，你是我们生命里面永远的真光，你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每一个人为甚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从起初直到末了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主耶稣，你的爱永远都会找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你所喜爱的。自己如此的渺小，哪怕是在生命中不断的测量，但你对我说你爱我已足够，放下一切我愿跟你走。耶稣，是我的自由，耶稣，因你钉痕的双手拯救我，耶稣，跨越了时空，找到我，找到我在你怀中。
自由，耶稣，凭你钉痕的双手拯救我，耶稣，跨越那时空，找到我，找到我在你怀中。双手拯救我，耶稣，跨越了时空，找到我，找到我在你怀中。主要是哈利路亚，主要是你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在台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拣选回来的。Amen。 五年前我跟你们一样，我在台下，在王子的营队中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信仰，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耶稣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从一开始的质疑，到后面到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慢慢的发现，这个信仰它是真的。他不看你是过去是怎么样的人，他不计较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他不去看说你有怎样的能力。这个神他就单单的爱你。在晚会的时候，我奔向了台前，我一直哭。我觉得没有一个神，没有任何一个信仰，他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就是为了赎回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为了赎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钉上十字架，好不好？我希望这个时候各位把心按在自己的心上，把手按在你们的心上。你们就真的就自己来祷告，祷告跟神说：主啊，是的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开口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更多、更多、更多的来开口，更多的来开口。这个上帝他会聆听你们的需要，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听到你们每个人的渴慕，他就单单的爱你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带着我们的渴慕，我们希望今晚我们再一次听到你的声音。主啊，保守看过我们待会的聚会，从头直到末了都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弟弟妹妹们都可以更多更多来聆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欢迎大家，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